45岁嘅佘诗曼同埋49岁嘅黎嘉怡系同期嘅电视台当家花旦。当年佢哋合演热播剧《金枝玉叶》嘅时候，冇为争戏份同埋争做事后闹不和，反而对晒嘴型，老友到不得了。喺近年马黎嘉怡出嫁之后退出幕前，而近年阿佘就为咗工作转至内地发展。相隔多时，一对好姐妹终于有时间相约见面。佢哋不约而同咁喺社交网站分享同一张合照。黎嘉怡喺社交网站留言，形容二人今次短聚系金枝玉叶 reunion。而阿石都喺个人社交网用英文形容话，一位未能够经常见嘅朋友，但相处嘅时候就好似琴日咁，形容二人系好有短聚，同埋一样咁靓。黎嘉怡就回应话：你永远系我嘅好伙伴，怀念以纯、子若、春分，珍惜你呢个好朋友。不少网民见到两大冻龄女神合体，表示金枝玉叶玉莹小主同埋以纯小主令大家回忆翻晒你，而且仲记起《倚天屠龙记》入边嘅周子若同埋赵敏，话佢哋外貌冇太大变化，期望二人再合作拍剧。